现在要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等一下会给我的歌迷一个小小的惊喜，等一下见吧。然后你们可以看，猜猜我是要干什么？小心啊！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啊，我们今天要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大家知道什么吗？寻找华晨宇，寻找华晨宇。那上午的行程就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出发。现在要出发了，准备去一个神秘的地方。整个北京城好像都很多地方都是有那个海报的。车站那里，然后就觉得那就把大家集中到一起，也算是一个好玩的一个活动吧。然后，就让大家也开心一下，这样，嗯。哦，晒死了！花花，你在哪儿呀？因为天气很热，他们要在外面晒嘛。不会呀，寻找花花，我就很开心了。不过，我也会跟着一起晒的，所以大家放心了。觉得在哪儿能找到花花的站牌？公交车站啊，地铁站啊，人流比较多的地方。咱们过去看一看吧。Oh my god， 在这儿！过来了，快点，快点！哇，我的天哪！好，一呀，来，好了。这边有一个耶，咱们先去看一下吧。你那儿有吗？它两边是一样的，没有。因为演唱会也要快开始了嘛，就想听花花在演唱会上唱什么歌？唱他原创的歌吧。从来不听自己的。有没有歌名？给我们举两个例子。无字歌。歌都是我写的嘛，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随意点。知不知道花花有哪些口头禅？随意点儿。喜欢说随意点儿。对，然后他老给我们说随意点儿。但是我也很开心。哎，你们猜花花现在是在干嘛？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干嘛？发呆是吗？酱骨春饼店，酱骨春饼是酱骨头春饼店，春饼是什么？春天的饼干吗？他在节目上吃那个肉，然后底下歌迷说给我吃一口，他说哦不要，我就讲了啊，对。之前上个节目就给他烤肉吃，能吃好多好多。好像看见了。啊，他们还没到，对不对？太好了。那让他们加油吧。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好像是在第二排，你看见了吗？看一下排的第三名。Hello， 怎么样啊？这个
还没有见到的歌迷，想说的是，首先你们辛苦了，然后我也知道你们一早上起来就开始去各个地方去拍照啊、合影啊，然后去偶遇啊这样，然后天气又那么热，所以知道大家很辛苦，然后。如果有机会能见到你们，请你们吃雪糕。我请你们吃了你们演唱会的，别再叫我请你们吃了，我的演唱会也太多了。然后，那你们就赶快早点回去，吃饭睡觉，然后，拜拜，么么哒，么么哒。一场演唱会他都会留在里面留一个像破案一样的有线索，然后让你去猜去解密的那种感觉，还蛮酷的。因为它是个暗号嘛，所以要在我的身上体现出来，要认真看就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信息，解开很多的秘密。你是在一个照片墙上面看到了有很多你自己的照片，你的视线其实当时你那次醒来你是不太清醒的，你眼睛可能有点花，你有点错乱，你不知道现在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OK， 好。对，然后你看到这边墙上有数字，你就看着这个墙走过去。就但是你一看，其实你就明白了，你一看那个特征，你就知道。华晨宇黄金演唱会第二次场。导演，是说我现在这个时候要快吗？还是入画之后就保持？对，入画之后就保持这个速度就好。这个宣传片它的解谜都是在数字里面，它非常重要。对，巡演的话会有很多很奇怪的数字在里面，然后把它串在一起，有一些意义吧。好，再见。再见三次。再见。再见一次。OK， 看，好，好。今天拍摄非常顺利，这个创意因为是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就一商量一起讨论嘛。然后当时导演提出这个创意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对，因为他的这个演唱会的一个主题也是谜，然后谜就是既有一个他的气质的一种谜，也有一种迷宫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说迷宫从这个形式上和内涵上都是这个宣传片也是想要契合这个主题的，所以就想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时空里面，但是就是除了空间上的一个封闭，还是希望从时间上也把它锁住。它演唱会的一个设计就也会是整体风格都是比较协调的，然后都会像音乐比较符合就是花花这种高端一级的气质，就他那种主要是和他的气质比较合，他的自然演出也就是我们要的那种效果，就是他只要自然的把他那种迷思的那种感觉
表达出来就可以。我觉得他除了也挺迷的，他也挺亲和的，属于是有那种在亲和和迷之间自由切换，前一秒还特别深沉的，然后好了，就那种，都还挺好的，挺好的。对一下。OK， 好。因为我已经连续三年都开演唱会，而且一直都在用的这个火星的这个名字来去做演唱会的名字。首先我的歌迷他本身就叫火星人，然后再加上外界很多人也都称呼我为火星弟弟。演唱会的名字我想起一个让大家都很好懂也很好记住的一个名字。最大挑战就是四面台，四面台。对，因为我没有举办过四面台的演唱会，然后每一年都是三面台。然后因为以往可能花花做的上两轮的演出吧，演唱会基本上都是以三面台为主，然后这次我们可能会挑战一下四面台。花女整个的性格是，还挺可爱的，一个自己骨子里边其实是有一堆概念的，包括他自己本身的就比较真实吧，就是我们只是还原他最真实的一个东西。对，我觉得他经常会给一些惊喜，就是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小片的拍摄中，在表演的环节我就已经很吃惊了，然后包括他可能在一些小细节上面其实追求的特别细致。对，嗯，哦，这边在那边的，所以那这个纸上现在已经写好纸了，对吧？哦，对，这个电池拿出来了，海军，感觉我现在感觉有一点点困，因为今天早上七点钟就起来了，十几个小时了吧，有一点点困。这个是直播啊。给我的礼物啊，我不要礼物的。哇，有人送我一辆车，哎，还送了我好多的棒棒糖啊。车上今天早点睡，我今天早睡不了的，我要工作到很晚的。我今天在拍我7月2号北京演唱会的宣传片。What the fuck？ 演唱会目前准备的很顺利的，你们来了就会很好玩的。而且我今年写了一些可以大家一起玩的歌，一起唱的歌。我要开始了，我继续了，拜拜。刚刚我后面这个照片墙都是我的照片啊，好神奇。明天对我来说其实还好，开车我不怕的，只要他不让我不停的漂移就可以了。然后我现在马上要继续拍，然后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拍完之后呢，我要回家好好的吃一顿，然后再睡觉，睡好了之后再好好吃一顿。拜拜。今天拍外景然后还蛮舒服的，而且是第一次在荒漠越野的地方开越野车，还挺爽的。下车就是等待另一个轮回，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不爽的样子。我很喜欢车啊，我超喜欢车的，因为我今年有写一首歌，然后它就有一个在路上的感觉。我当时写完它的时候，我给那个 demo起的一个名字也叫在路上，虽然我没有写词，但是我想告诉写词人我想表达的东西。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黑，就刚刚路过的时候看他走过来，我就把他抱起来了。哇，差一点点啊！进了！
我很少玩球了，对吧？篮球、足球太累了，要跑来跑去好麻烦。但是我小时候都会。等一下，我要进入一个很玄神秘的空间，我会不断的失忆，不断的再重来。拍摄这两天拍摄很开心啊，就是除了这里灰尘大了一点以外，其实所有的都很好。而且这本身就是拍我的演唱会的宣传片嘛，所以肯定是感觉会很不一样。这个演唱会巡演的主题是一个火星的一个失重的感觉，还是以火星为主，就是它也有一个寻找的部分，但是这个寻找指的是演唱会的一个时间，相当于我今年是我第一次巡演这样，然后以前都是在一个地方连开好几场，所以说今年会很不一样。演唱会的惊喜主要就是，首先是我新专辑的歌，然后有专门为演唱会写的一些歌曲，然后会比较嗨，也有跟歌迷互动的一个大合唱的一个歌曲。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它跟以往不一样，就是它是四面台，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开演唱会，开四面台的演唱会，然后这个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吧，因为没有开过嘛，但是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的，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我的台风就会跟以前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你们有时间就过来玩一下，然后想来就来，开心一点，随意一点，然后早点休息，拜拜。谁会发现啊？再来一次 ，sorry。黑夜啊，再来一次 ，sorry。我再试一次吧。这个歌是我写的。
这个曲子是我写的，在一个夜深人静月黑风高的夜晚，风高的夜晚，风高的夜晚，夜晚，因为我脑袋里面的画面是白色。我写完之后，我刚开始给这个 demo 起的名字就叫天使。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想象这只鹿是在天上慢慢慢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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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跑，对，就是一个很唯美的一个感觉，太美了。这第二次啊了，我这，这第一次吧，这第二次。第一个啊，嗯，第二个，这第三个了吧？这第二个，这第二个，啊，加个一拍左右吧，一拍，可以。哎，我再来一个，哎，这个对了，这样对是吧？嗯。青色下平面的视角，世界难道就是个圈套？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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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轮在突然间失效。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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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对轮在突然间失效。年轻人就要异想天开，然后造起来。都好，但就是可能还要再幸福一点。好，我就不太会了。你的细胞在枯燥对抗万有引力的周遭，是设下冰面的视角，世界难道就是个圈套？端午节快乐，吃粽子还是？粽子买了，买了，嗯，对，买了很多，但是还没有吃，因为我不会煮。对，他说，嗯，是啊，你干嘛要买一个要煮的？你能买，下次买一个已经煮好了的直接吃的。让我注意身体啊！我当然会注意身体啊，不注意身体怎么开演唱会啊？哪有人会不注意自己身体的啊？乱担心，不要担心啊！那个你们自己。嗯，也照顾好自己，我这里不用担心的，我每天吃好喝好睡好的，我怎么可能会亏待自己，是不是？蜡笔小新不是里面都有点色色的吗？因为我这两天嗓子太差了，反正听起来就是有点薄，音色上是薄。你觉得这个 key OK 吗？ key 我觉得 OK， 你不会是想要再升吧？啊、哦，我的意思说，你觉得要不要降啊？是这首歌其实是很好唱的，它的高音的部分全部都是开口是非常好唱的，这是我嗓子的问题。我今天先再试一下，晚上我再休息一会儿。来这不就为了试一会儿？嗯。两个煎蛋一个，两个煎蛋一个，两包辣酱，包好餐。我们以前吃的时候，去年花说他吃的时候才8块钱，今年都涨了24。你说热干面要了一个什么卤蛋，要了个鸡翅，又要了杯可乐那种，然后就会有一个什么花花套餐。我真的觉得我吃完粉之后，我有荣誉感，我会好。放那么多辣椒是辣的，但是辣开嗓，对，开嗓了。吃完之后可以，我觉得应该就能唱了。我每年来这里都要吃几个月的粉。这个24啊，这碗粉这么贵啊！下次我就吃个那个手抓饼。我每次来吃都会点三个蛋，两个鲜蛋，一个卤蛋。我好像什么都会。番茄炒蛋会吗？番茄炒蛋会，我就主要是把那食材往锅里一放，自己想放油放盐就行了嘛，很简单。就这样一想的话，感觉就什么都会了。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别人吃的时候。就咽不下去，但是我觉得挺好吃的。我自创的热狗，华式热狗，但是我做了6个，结果就我一个人吃了，从来不会用心做。
因为我不需要去通过星座来去了解谁谁谁谁，没有想了解的人。热血动漫，打打杀杀的，嗯，特别看得很轻松。后宫，蜡笔小新不是里面都有点色色的吗？妮妮，妮妮，妈妈妈妈，我回你回来了。小白，妮妮，哎呀，好不好？除了主画面往我上，好，拜了。我们会做一个四面台的，也是我第一次首次尝试四面台来开演唱会。翻唱的歌呢，是会有一些大家很期待想要听到的歌，但是又没听到的。我每次一出差去的，因为我有个习惯，就是我每去一个城市呢，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吃当地的那个好吃的。所以我只要一出差，我就会不停地吃，然后吃了之后就那很辣很油的东西，然后我就有发福，不是发福。三场都有不同的嘉宾，然后那我现在只透露第一场嘉宾是那个阿哲老师，对。Hello， 喂 ，Hello， 请问是阿哲老师吗？喂，哎，啊、哦，我是花花，我非常期待。啊，对，非常期待，但还不确定是吗？非常期待来参加花花的这个歌唱。哦。一起来互动，其实我们是想，一是考验你，第二个呢，我们会送门票给大家。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边上海方的，来，你是骗子吗？哦，不是。你不是骗子，那你告诉我里面有几个？三个。我信你，三个。我们打开看一下，一个。啊。嗯，大哥给两个。给点面子，好，我就猜两块吧。非常的祝福，祝你演唱会圆满成功。还有，只要你在，我们就一直会在，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你，并且呢，我们非常期待你的第三张专辑的完美诞生。我觉得你好可爱。不要说，我是亲妈粉，我是妈妈粉。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找那颗你们当时送我的那颗星星啊？对，太棒了！啊，圆满的要结束了，我们稍微的请我们的华晨宇来去补一下妆。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只要把这个跟这个，只要把三脚架给剪掉。心愿，看他们的心愿，我有点点头大。因为我知道只要他们提的要求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对，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的嫌弃你们，主要是脱衣服吧，这个有点打破了原则。所以今天在演唱会上面穿脱一件外套嘛。嗯，对抗完要引力的周遭，是是是冰面的视角，时间难道就是一个圈套？那那那那那那那相对论在突然间失效，那那那那那那那神秘脑洞转眼间找到。你用一句话来评价一下花花？good man， 可爱，嗨，牛。看上去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但实际上在台上还是挺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然后还有表演也有他个人的风格，有那种比较独特的那种气质。啊，完了，早上起来嗓子还没开，都快化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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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点日系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风。这是个裙子了已经。哦，这是裙子。不是裙子，它是个裤子，但是它做的很像裙子，它其实是裤子，嗯，裤腿。然后衣服是他要自己剪，然后他就说你根据你想要的那个效果自己去 DIY 自己剪你想要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自己随便剪。当我你从此不在山野里徘徊，不愿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这首歌不是我唱的，这是我目前先代替阿哲老师来唱一下，排一下，开始了。我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彩排演唱会所有的歌大概有二十多首吧，我每年演唱会都是这个乐队的班底，然后所以大家都很熟练这些歌曲，排起来很快的。其实第一天就已经把所有的歌都排完了，嗯，就现在就是在巩固，而且还有很多歌曲的改编，还有新专辑的新歌。对，我第一年演唱会就是这个乐队，然后每年都是他们，就是跟我是很有默契的。对，而且都是本身每一个乐手都是国内很顶级的乐手，对，非常顶尖的了已经。各位老师，我们五分钟以后开始连排。不行，嗓子没开，起太早。是这个出场方式还蛮特别的。这个方式是导演设计的，我自己设计出场方式，我肯定就是随意的走上去了。OK 了是吗 ？OK OK， 好，来吧。我的歌，请闭上耳朵，接下来要打开纱街船头。你的进行，因为我把它改编了，改成一个钢琴版，那所以。就是我钢琴的弹下的那一瞬间，我是让大家是要不会想到是这首歌的。它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人走上台，它不有很多升降台嘛，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升降台坐着，然后你可以坐在一个地方，一个升降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地方坐那弹，试一下呗，来。好可爱这个声音。世界像一个动物乐园，我不大接受什么卑微去欢笑，我才能够顺应所谓的人生。我不要被世界教化，管你什么说法，到我身上就是笑话，管你什么动物园和我管你那个就两吉他的两首歌全都是重新改的，没有过的版本，这都是给演唱会专门准备的一些小惊喜。都在差不多的演员过了差不多的一天，差不多的下去了，尾码都差不多，继续走完了。哦，我早了是吧？但是我觉得我跳的不帅，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步，哎，这个好，哎，这个好，哎，这个好好玩的，这样重心是稳的，对对，你头一定要在板里头，对对对，头在板里头，呜，还挺爽的，哈哈哈。还蛮好玩的，嗯。啊！我也会绽放，给你无限辉煌。阿哲老师，你今天。谢谢，谢谢你能为我赶来爱。今天好好彩排，明天等你们。现在躺吧。等一下，我在旁边盯着。哇，扣子上了。下去，我在旁边盯着。可以升了，我觉得。还往前吗？也就是我在钢琴一起来，我就边走边就是边唱边往前走，一直走到这个位置是吧 ？OK， 就很顺利啊，就是因为，都是我非常熟悉我的团队，就是，老班底，然后也是非常国内很顶级的班底，所以说，整个都是非常顺利的，对。还挺好玩的，我觉得就掉就能下来，因为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会有点点紧张，但是躺在上面它是很平稳的，所以我觉得它掉下来之后是就是还挺好玩的，对，就是我现在的心情就是很想赶快回去好好睡一觉，然后明天就是有个好的状态来去见大家。帅哥，这种鱼各种派对 ，Everybody， 哦咿呀。